就是一样做录制，就是再把它录制，然后再把那个步骤，就是录制完之后再修改。不过显然好像效率不是很好，所以哈，如果重复的东西你不希望重写的话，那你可以怎么样？切到那个 Visual Basic 里面，把刚刚我讲的那个就是通讯，就是第一个哈，把它复制，把它贴到下方，然后呢把它改成三，好 ，OK， 那名称不一样。但是问题来了，就是如果你这边已经，就是做好了，但里面的话呢，它栏数不一样，所以记得哈，你可以自己修改。但其实自己修改哈，相对风险会不大了哈，只是说呢，它，我觉得啦，有的时候相对的效，你在产生程式的速度也会比较快，因为有些东西都一样。那你为什么等于是说呢？哈，如果你重新录制的话，感觉会比较浪费时间，所以习惯上这样，干脆你就把里面的程式做修改。那改的部分呢，也大概注意，就是你几个地方啊，比如说我们今天第一个一定是插入那个一栏，所以就把那个里面的 columns， 好 ，columns 指的是栏的物件，里面的话呢，就原来 C 到 C， 把它改成一到一，好。第二的话呢，在哪里输入呢？那在那个1万里面输啊，把它改 C1 改1万，然后呢，公式部分的话呢，本来在 C2， 把它改成在12哈，然后底下的话向下填满，一样改成12哈，然后底下还有个地方可能要改哦 ，destination 哦，后面的话 autofill 是自动填满 ，destination 是那个你要填满的目的到哪里，哪个范围？哎，特别重要，不是 C 一样是一哈，所以这边的话只要看到一呢，几乎都把它全部改成，不，里面只要是 C 都把它改成一哈。那改完之后的话呢，我们可以执行看看。那执行的话呢，一样就是可以直接从这边上方有一个执行键，好，我把这边一样按执行。但是我刚刚讲过了哈，如果说你按执行它全部跑完，可能会出错，也可能会是完正常。但是细节你如果看不到的话，我是建议你可以按游标放里面按 F8， 好，按 F8 的话呢，它会一行一行慢慢执行。所以呢，我们先这一行先在依栏插入一个新的空白栏 ，OK， 那你会发现这一行它就照我们的方式在这边插入一个空白栏，好，那接下来的话，在一万的那个储存格里面输入，输入名称不对啊，产品名称可能要改成区域，这边可能要自己改一下，所以。逐行逐行跑的好处是什么？你可以放慢速度，因为程式有的时候，跑太快，你会发现呢，你细节有时候没办法再看到，而且没办法马上修改。那按 F8 的好处就是你可以逐个逐个再去看，然后呢，这个错了，反正你在还没发生错误之前呢，就先修改，或者是说你可能刚刚，假如说，如果你还没发现，可是你却跑过去的话，其实假设我们你忘了改，然后你按 F8 过头了哈，产品名称不对，那怎么办呢？其实呢，在这个环境里面，我觉得它蛮优秀的地方就是说，如果你做错了哈，你可以往上改，但改完之后的话哈，你不用重新再去执行它。有个好方法就是你可以什么，前面有个箭头哈，你这个箭头可以往上拉，往上拉的意思就是怎么样？你可以让程式重跑一遍，这个其实还蛮不错的功能哦。按 F8，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我修改过的哦，它会自动帮我把这个东西，其实就丢到哪个储存格了啊？这个储存格就这个位置哦，它的关联性大概这样。所以未来其实慢慢你们也可以整理出 一套固定规则，反正在 Excel 里面你要丢什么东西到哪个位置，写法大概就是这样。那以后录制完之后，你会发现蛮多地方都可以改成你要的样子哈。然后再来的话，就是说丢公式啊，丢 F8， 但是这个地方你会发现，奇怪，出现错误了啊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这个公式是给那个什么？这个公式呢，是给那个我们刚刚查什么？产品名称用的是这个，但是在这边好像似乎不对。哪里不对呢？其实你输入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的话，第二，这个第二对，那这个对不对 ？K
2到 K4， K2 不 J2 在这里，不对，好像差几个呢，差两栏应该在这里，好，那这个地方 K 的话也是差两个，那4的话呢，好像它到这边好像应该到5才对，所以其实哦，你可以假设啦，你如果要改的话，你可以这样，就是直接在这边哦看一下，到底哪里出错呢？其实主要会有出错的地方就是这个地方啊 ，VLOOKUP 函数后面的话 R 跟 C， 那特别注意哈，这个 R 跟 C 哈，基本上呢指的就是 R 是列，栏的话 C 的话是栏。那你会发现那个中括弧里面呢放的就是说，如果你要向右的话呢 ，C 后面就跟着向左的话就负的，所以呢它基本上以哪一个储存，以这个储存格为基准，往前一个有没有负一，那往右往右的话呢那就正的，所以呢它就刚刚差两个了哈，那我们可以怎么样，可以改成这样，这边可以改成，如果它刚刚是追嘛哈，所以我可以向右再多两个七个，好，在这边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七，然后这边的话呢，六的话可以把它改成六，六再加八 ，OK， 好、哦。那列部分后面它有四，其实你可以把它改成五，这样子 ，OK。那当然跑过之后了哈、哦，如果你改完之后呢，你要确定说 O 不 OK 的话，其实你可以怎么样，再把程式拉回来，再让它再往上拉嘛，再按 F8。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哦，结果是不是我们要的呢？你会发现公式丢过来，丢到这边，你会发现呢，结果是 OK 的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啊、哦，程式是不是我们要的结？没错。不过哈、哦，跟各位讲一下，当然你用这个方法是 OK 的，但是我个人哈、哦、比较不喜欢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还要再算相差几个，然后呢？有时候是在算很累，而且尤其是你的距离越遥远，可能栏数啊已经是差了二三十个，你们岂不是慢慢算？所以有个更简单的方法，什么方法呢？你直接怎么样？干脆在这边哈、哦，重新把这个公式做完。做完之后呢，另外一个方法哦，比较人性化一点，你就把这个公式哦复制一下。直接啊，复制完之后记得要取消哦，因为如果你没有取消，你切到那个这个 VBA 的环境，它点不下去，啊，不是当掉，因为你游标还在这里，所以按取消，然后把这个公式呢，直接就给它贴到哪里呢？直接贴到刚刚的那个什么，就是这个 V 有没有？这个原来的公式把它盖过去就可以了，啊，先删掉给各位看，就是留下原来的双引号，把刚刚的公式哈、直接贴上就可以了。这样可不可以？也可以哦。那这个是比较，我是觉得比较人性化一点。不然的话，你刚刚用录制的哈、它是指的是相对位置。那相对位置有时候哇，电脑可能它自己在判读很方便，但是我们人不一样，人跟电脑其实还是有落差。那你可以怎么样？把公式贴到这边来。好 ，OK。那我们试一下，如果说 OK 的话，你可以把它再往上拉。这一招的话呢，按 F8。其实结果会一模一样，它并没有改变，它其实就是啊，把那个公式丢到那个格子里面去，那一样呢，再让它向下填满，好，向下填满 ，OK， 这样的话就完成了。那完成之后的话，哈，我们目前可以看到了，一二三，如果你要把它全部串在一起的话，可不可以一键完成呢？哈，可以。那怎么，我就把它再删掉了，哈，再把它恢复成原始的状态，啊，再复制一个好了。所以我刚刚是一直在复制 ，Ctrl 键按住。那要怎么样把三个全部串一起？有一个方法，第一个哈、你可以把那个什么呢？Sub 到这个通讯产品在下方贴上，加个小括弧 ，Enter 过。好啊，这样你会发现它会出现什么？一个 Sub 啊，其实 Sub 就是刚刚那一段的副程式啊，就是副程式。你可以怎么样呢？把上面的三段程式贴到里面来，有没有？这一段第一段贴，第二段贴，不过好像似乎不是好方法，
最好的方法是吧？你干脆用呼叫的，好，所以你这边可以打一个 call， 空一格，然后呢呼叫什么？呼叫通讯产品，好，通讯产品聚集一，然后把它 call 空一格贴上，通讯产就是聚集一嘛，哈，那第二个的话在第二段就是在 call 什么？通讯产品聚集二，所以总共会有三段，那我就怎么分别的去 call 它就可以，一二三，好，做完之后的话，哦，基本上呢，我们就完成。啊，我试一下，如果 OK 的话，哦，那大概自动化就完成，所以三段，哦，我执行给各位看一下，执行，好，一次就完成了，好，那请各位试试看好了。刚刚主要，哦，重点第一个，把那个通讯产品聚集一贴过来。那里面大概只有改了，就是把原来的那个 C 栏哈 ，C 都通通改成 E， 哦。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呢哈，后面的公式哦，要不就是你做在上面做一遍，然后把它复制贴过来，贴到这边来就可以了哈，试一下。那另外就是说，如果你要把程式全部串在一起的话，就是用 call 什么呢 ？call sub 后面的这个名称，要把它放在 call 的后面，它就会。帮你怎么样呢？逐一逐一个去执行，好，所以其实基本上它执行方法，好吧，好，其实就是按 F8 好了，它会讲先我扣它，它会跳到哪里？跳到这边来，先把第一个先执行完，然后又回来，哎，换扣二，哎，就再执行第二个，好，跨栏之中填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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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往下填满，再来的话扣聚集三。就是再把那个一栏再插入一栏，然后再加上那个区域的名称，再输入公式，再向下填满，这样就全部 OK 了。好，那请各位试一下啊，这个通讯产品聚集三哦是用修改的哦，然后那个最后整合就是用 call 的方法哦，试一下。